徐总，这次您为什么要用大区经理的身份来视察呀？你总裁的身份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介绍这么多，一辆也没买。没事，您还有什么疑问直接联系我就是。哎，好，再见。服务还是热心的嘛。你还别说，这小姑娘有点像我年轻时候的样子。让我放弃我的音乐梦，我曾被无数的妄图，要是还在应该也这么大了吧。那个提什么事儿啊，我已经帮你问了，放心，最快这个月就能下来。您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走流程吧，它就会慢一点，但是说这个月它就这个月啊。对了，一会儿大区经理要过来视察，实习生提成的事你千万别提，到时候出了什么乱子那可真的。好吧，行，加油，好好干啊。店长，不就是个区的经理吗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您那时在总部是挺不怕归不怕吧，这面子功夫还是要做足的。当作我风雨过后那一道彩虹。欢迎徐经理，欢迎徐经理。我曾把堕落的原因，你们还有脸笑啊？都丢给你们知道你们一个月的投出戏都赶得上别的店好几年了吗？和莫名其妙的平台合作，低首付高利息的卖产品，你们真是敢呐、啊、就是这么上来的吗？接下来要是再得不到改善，你们就关门整顿。我多想让过去重来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想说关键的先把问题成解了吗？我谁都不为解就是是是非非，大家的工资都核算了，应该马上就能到账。我知道了，我带到了。我听到你了。哎，你好，我的工资是不是算错了呀？我的提成什么都没在上面啊。实习生的提成？不可能啊，店长跟我说好的每单三个点的提成，我每个月辛辛苦苦跑那么多单子，总不可能白干了吧。实习合同上这么写的。合同上没写，是店长单独和我说的，说我能力好特批给我的。把他销售的那些单据拿来我看一下。实习生没有签单权限，都是店长签的，业绩也都算在店长身上。啊，经理你看，我手机上有和客户聊合约的记录。好的好的。徐经理，集团会议快开始了。好。我曾把他们当作我风雨过后那一道彩。徐经理，求求你帮帮我，再交不上房租我就没办法在城里继续找我妈妈了，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就扔在我眼前，我曾把完整的镜子打碎。到底是太年轻了呀，你以为徐经理呢真的放在心上？领导都是那个样子，跟你说说客观话，做做样子，你还当真了？如果不是，你的钱就别想了。